玛丽，啊，冷不冷？冷。冷。冷的，该干啥了，知道不？干啥？给你妈买衣服。你看这几天加温了，你手放外面都冷的。你妈从那边到我们陕西过来，下季肯定冷，去买点衣服吧。我想着等我妈到了之后我再买。不是你接机的时候肯定你要多少买一点，最起码一个棉袄，一个棉鞋，你必须要有裤子，看买个加绒的裤子，然后里面的衣服可以过来再买，你把裤子先买了。行，还得这样，走，去县城了，走去县城。他没有玩过。行了，回来再玩。赶紧，我手冻着呢，赶紧走。好了。哎，你上车，冷不冷？昨晚在我们这里呢，下了一晚上的雪，现在呢已经开始化了，在，桥上都是雪的。赶紧，我刚把车都发着了。爸爸，干啥去呀？我们去县城。为什么要去县城呀？去县城给你外婆买点衣服。好吧。外婆要来了，开心不？开心。开心啊。我们来到县城了，快过年了，卖东西的人也多，逛街的人也多了。我们现在又来到卖老人的衣服店了。前两天呢，给公公婆婆买也是在这个店里买的。今天呢，来这里给我们也看一下衣服。这个也可以。也挺厚的。它是什么衣服？是棉袄吗？裤子先不买了，等我妈到了再买吧，裤子。你妈到了再买。嗯。我们又来到老人的鞋店了，来给我妈也看一双鞋。这个。这个也可以。里面还带毛着呢，那肯定暖和。多大了？我不知道。我妈穿多大号你就知道，你妈穿多大号你不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老王那边不穿这种鞋啊，我们都是穿的拖鞋，所以这种鞋我根本不知道穿多大号。问一下穿多大的。那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吧。没人接啊。再等一下。娘。不好，对啊，不过等到那个月上考中高呢，到时候上考不要接啊，就考课了。我妈都不知道，我妈穿几号？我妈都不知道她穿多大。我妈说没有穿过，不知道穿几号。等来了再买。先那天接机去买，你那个大棉拖鞋穿上，拿上让她穿上，然后过来了再试着买吧。那行。那些现在快过年了，在这个街道很多人都在卖肉呢，看到我们也是想买一点肉回家过年吃。老公，这个是啥肉？牛肉。这都煮好了吗？煮好了。这个是什么肠啊，老公？猪还是牛啊？猪。猪。这个就是肉，那边就是那个米。要拿点肉和一点米。马上要过年了，今年呢人真多，真有过年的感觉。一起了三年，我们大家伙都是没有好好过过春节，今年呢终于放开了，大家都是好好过个春节。现在呢在街上都是卖的年货，离我们的春节越来越近了。回到家了，小孩都睡着了。哇，他们都在家。你干啥？你看到啥了？买的好吃的。刘涛，你把这看看这卖鞋卖衣服买啥了？买衣服没啊？鞋我卖。我卖啊。鞋不是有大壮吗？19年就在咱这家头开的，我家。对啊，那不是19年之前买过了吗？你忘了吗？19年那个时候买是买了，我刚才也问我妈了，我妈说。那个鞋呀坏的差不多了，然后也看不来那个是几号了。那这没有别的鞋了吗？
有的是拖鞋啊，然后我妈也不敢说，跟拖鞋和这个鞋号码是不是一样的。那夏天穿拖鞋，冬天还穿拖鞋吗？没有棉鞋吗？哎，我们那边冬天夏天都是穿的拖鞋呀、啊、冬天就是加个袜子，然后夏天就是不用穿袜子，就这样。哦，就等过来吧，等到了之后，然后带上到店里去买，然后试着买吧。这样也不敢买，买了到时候大了小了穿上不合适。等我妈到了再买嘛，但是去看。啊、哦。